代表，做点有用的事。你尝到海风的咸味了吗？这就是家的味道。 追上去，别让他们逃了！女王陛下，他们来了！太好了，准备好巢石，快去吧。 很着急，对吧？你被囚禁这么久了，一定很挫折，很无力。别担心，快了，我们两个等了这么久，你很快就会见识到我的拿手好戏。 你醒过来了，非常好。你的存在在黑暗女王的计划中攸关重要。勇士，看看四周，太棒了！联盟自豪的舰队四散在废墟之中。赞达拉人好像不怎么喜欢我。快动！我想你应该会先妥善安置伤员，欧库雷斯会跟着你。 至于我，有其他任务在身。Lockar，不要急。 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呀？愿你的这个地区真是让人神魂颠倒，对吧？我们四周散发出惊人的力量。抱歉，我分心了，应该找个不会摔死的方式送你们到瀑布底下。摄政王和萨利瑟拉女士在为部队寻找掩护。 我会在这里指引落单的英雄。看起来好远，没时间了。那安娜。
位士兵，加强防御。凋零者在哪里啊？重建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。隐月，当时联盟舰队快要抓到我们了，接着我们中了那家的陷阱。那些怪物有何目的？萨里瑟拉就在前面，中途看到那家的话就顺手解决掉，他们得为死在他们手中的每一位部落将士付出代价。Aron Akana， 嗯，尽快回来这里，我没办法撑太久。受苦终将解除。
有事还来得及。夜景呼唤着我。别轻信他。我方部队数量屈居弱势，这里迟早会失守。动作要快。现在敌人这么多，你到底还在等什么？开火！我就知道艾旭凡不可信，真是太狡诈了。事情不太对劲，那家为什么会找人类联手？待会再厘清，先找个安全地点安置大家。找到地方藏身之后，你可以通知欧库雷斯吗？没问题，如果真的找得到的话。这里真令人不安，同时又有种熟悉的感觉。那居然是海潮权杖。这是幻象。注意，这道水墙后面有动静。小心，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怪物看招，安托利亚，快把他们从野兽手上救出来。我们是外来者，你为什么帮助我们？在怪物一发生这场灾难，我们就在注意你们了。水墙升起，船舰四处坠落，然后哪吒成群袭击你们。我可没时间。女王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相当了解这群坏蛋，而且知道你们不是他们的人。你好。有些人为了活命会加入对方。告诉我，你说的是哪位女王？哪位女王？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？对了，众星啊，我早该想到的。洛索玛，这里是。啊，很好，贵客上门了。不得不说，你们的登场方式还真是浮夸，好好欣赏纳沙塔尔的美景，这会是你们看过最壮观，也是最后的景色。能带我们离开吗？他封住了传送术。请留步。我的王国会让人们宾至如归，我会暂时挡住水流，只要你们能取悦我。哦，艾萨拉不喜欢我们，
不过他真的超讨厌你们，已经到私人恩怨的程度。走吧，免得又有其他家伙出来扫兴。记好了，耐力生存守则第一条，别死。真高兴见到你。我们到了，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不过这是我们的家。让你的部队好好休息一下，我有几件事情要去找同胞讨论讨论。奈丽，我们欠你一次。别担心，如果你们想要表达感谢之意，可以帮我们几个忙。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我们必须保持警戒，艾萨拉设下陷阱可不是跟我们玩玩而已。And now, Amelos. 尊敬魔法，奥库雷斯，你成功抵达真是太好了。艾萨拉挡住了我的传送法术，我们必须找出他防线上的缺口。萨利萨拉，我发现一件事，跟我来，我需要人帮忙。如果结合我们的力量，应该能够在艾萨拉的眼皮底下偷偷开启通往祖达萨的传送门。到了，只要加入艾泽拉斯之心的一点点能量，就能稳定传送门。这就是元素的力量，应该说是秘法才对。抱歉，我说的好像太深了，就跟在深海里一样。好了，我猜你还有其他事要忙，祝你好运。我代艾泽拉斯发言。认真点。勇士，母亲大人有拯救艾泽拉斯的新计划，前往新知识和我们会面。你来了，在你上次离开后，我们把新知识整修了一番。你好，别忘了你对艾泽拉斯的责任。要进行实验吗？请快跟勇士说你找到什么。艾泽拉斯星球个体逐渐转变为永久故障，评估如果能够强化艾泽拉斯之心，或许有机会扭转局势。强化它？怎么做？将足以滋养艾泽拉斯星球个体的魔法精华注入核心之中。参考指标，泰坦开守者过去曾经赋予各大原始龙族守护者的能量。守护巨龙，但他们从死亡之翼手中保护世界，放弃了自己的力量。数据显示，有其他相融精华正在数个地点以不同形态聚集。收集并使用上述精华，才有办法强化艾泽拉斯之心以及其持有者。我们有第一个精华的位置线索，勇士，准备好了吗？正在存取问候资料库，你好。启动再会程序，坐标位置，高岭，精华信号来源未知。
警告，数据显示地底活动极度不稳定。等级正常，发生错误找勇士，你怎么会过来？我知道你会来，远信，我也感应到在高岭深处有异状，就在奈萨里奥巢穴的洞穴，我们来调查一下，纳瓦罗格会直接带我们前往这场骚动的源头。愿灵魂指引你的道路。我服侍胡恩的后裔，愿先祖保佑你。花属于大地，来自地神之源的石灵种，比我担心的还要糟糕。他们对黑龙军团还抱持敌意。
大地愤怒地反抗你，你怎么能保护他？艾泽莱金岩在强化你，愿灵魂指引你的道路。石领主，我是高灵保护者暗角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你手上的精华。我认得你，黑龙，你是碎界者的同族，你不配拥有此等力量。父亲的狂乱没有影响到我，我们希望能用这个精华来捍卫艾泽拉斯。那就挑战我，证明你有足够的力量。很好，那我们就接受你的挑战。大地会击溃你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击溃你！大地会击溃你！打得真好，这块精华是你的了。完成了，小心。我这一生都在指导大酋长，师母会监视你。我们在新之市碰头，到时候再好好跟你说明这个精华以及他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。我知道你会来，愿灵魂指引你的道路。
艾泽拉斯正在痛苦哀嚎，为世界而战。啊，勇士，你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一个牛头人。侦测到龙族，名称：厄比西昂黑龙军团。未受古神腐化啊，很高兴遇到不想杀光所有人的黑龙。你叫厄比西昂吧，我是麦格尼同虚。你好，代言者麦格尼，我在牛头人形态下的名称叫暗角，正如这个傀儡所说，我是来帮忙的。拿到母亲大人要的精华了吗？奈萨的妖曾经被指派来保护艾泽拉斯，现在轮到我来履行这个职责，看管这些精华。暗角，你比我们了解这些精华，我们会很感谢你的指导。一只即将离开，你原来进行实验吗？要透过熔炉引出每个精华的力量。愿黑龙军团的力量助你修复这个世界。启动再会程序。等级正常。发生错误，找不到离开程序。这个世界需要我们，勇士。为了艾泽拉斯，我是银月城的摄政王，愿太阳之井的光芒与你同在，永恒的太阳之光依然指引着我们。我们的王国日益兴盛。你好啊，年轻人。愿艾萨拉女王，又有落地人来了。他们想要潮石，但我可不会像他们这么蠢，白白拱手让人。扎雷莎，你获得潮石的力量了。就用它来消灭那些讨厌的外来者吧。遵命，君王。葛冈尼斯潮石在艾萨拉手上，原来最近几次入侵只是在分散注意力。只要潮石在他手中，他随时能让海水恢复原状，瞬间淹没我们。那么，我们非得抢过来不可。一定要想办法破除屏障。永歌森林的美永恒不朽。奥迪欧夏拉，
我代表银月城欢迎你。部落有我们需要的力量。我想这会是笔双赢的交易。有空吗？过来帮我一下，需要帮忙吗？我先走一步，别担心，在山脚那边需要帮忙。怎么了？再见啦，有什么心事吗？保持警戒，和你分享我们的意见，我会看看我们联手能找到什么。水全部退去，我们毫无掩护，这个区域到处都是大家，我方斥候侦查这一带要冒着很大的风险，因为他们无处躲藏，自己小心。你们做得太好了，保持下去。下次见了。